Hello, welcome back to Fire Talk Official。 今天就是幻想铁路的第51集，就是介绍中环站。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上环站了，现在呢就下去，我们在上环温馨小镇，随着这个 A2 出口下去了。那个就是 Teleport， Teleport 多次，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点乜又系咁样？边个拆我张床？是一位你服务的车长，建议先呢一条桥。喂，冷静。嗨，小车。喂，听到扑多次啊，喂。对住。啊，喺边啊？喺我度。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转乘荃湾线、南九龙线、东涌线或机场快线。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换乘荃湾线、南九龙线、东涌线或机场快线。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Next station Central,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Chuen Wan Line, South Kowloon Line.Tong Chung Line and Airport Express.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荃灣線的月台也改了，因為這條斜路真的很麻煩，做不到那個所需的角度，即以我的技術來說，或者簡單一點來說，就好像不知道哪套劇，因為我廢。好了，我現在就沿著這條電梯下去，原本這層就轉車，即是下去四號月台，我改了做荃灣線，剛才說了因為有角度問題，所以如果你要轉乘荃灣線就方便一點，不用走那麼遠。就再落第四号月台啦，先嚟睇呢层一号月台、二号月台终点站就系中环荃湾线，咁就大家都系去文锦道嘅。咁然后呢一层荃湾线月台系啡色加红色啊，系咪净系得啡色啊？唔知，好耐冇去过啦，已经都。好，今日沿住呢度落去啦，咁就去到四号月台。四号月台咧就去大埔嘅，咁就有幅画，有应该就有幅画喺度，但系唔知点解变咗骷髅骨啊幅画。Skeleton in a Box by Elmer Groot. Nice work. 後面嗰個同 Andrew 收埋嚟嘅。咁呢個咧就係中環站嗰個彎形設計啦。好啦，咁啊有兩條電梯，應該就唔止咁少嘅，縮個水啦。當然就因為某啲原因，亦都係個角度問題。其實都係佢少咗去中環咗嗰條電梯嘛。好啦，咁就睇下呢一邊先。仲有一條直達電梯啦，當然。好，跟住咧就呢邊就係去香港站嗰條通道，咁啊有東涌線、機場快線、南九龍線。有人打錯咗，即係我 FFB 不嬲都係唔用呢個線字。咁啊，去香港站嘅。斬，我幫你做手術啊，金劍。好，睇下先，呢度係高端銀行，有 ATM， 有 ATM， 亦都有 ETP 同 ATP。好，然後隔離就有建牌士多 KS Can Super Crisis Court Case， 哦，外文嚟又係中環站分店，睇下先，全部都係鉛筆嚟嘅，點解 ？Cruise 係咪？在這裏可以買到最好的智能手機，但全部都係 Pencil and Pencil。隔離呢個就係 Elma 嚟嘅 ，Peppa Elma Group YouTube Studio， please subscribe us。哇，好耐都冇人整呢啲嘢。Turtle Gaming 29好像已經不止咁少了，我相信。啊，大家一定要 support 呢、這個，佢啲片好好睇嘅。我上次睇嗰個 Mimi 喺度笑。好，佢呢個屋啦，我不妨望盡啦，真係。好，隔離巴士專門店30M。Oh God， 林寶堅嚟。
喺我嘅呢個係真香港本土文化創作專門店，喺之前有物品修改站 ，Minty Mongo 嘅呢個就喺之前有西裝，有特朗普個頭，即係假髮啊。咁仲有天哥個泳鏡做普通眼鏡，然後冇啦。嗰啲貨價特別高，就個章魚哥喺度，嗨，你個鼻好大。跟住呢個就係冰鎮飲品，呢一個雪櫃唔係玻璃，定唔知呢個？我呢個更衣室嚟嘅，冇嘢冇嘢。點解玻璃啲材質唔同曬嘅？我點知你啫？好嘅，呢個咧就係 Elma Game Shop， 就係寶麗馬集團嘅。咁啊，去中環啊，唔係中環香港集分店總店。咁啊，有好多嘢買啦，有 Xbox 專業 Game Competition 電腦，全部都係專業喎。跟住呢部咧，呢啲咩啊？Fire Switch 主機，點解要叫 Fire Switch 啊？呢個咩啊？呢個 Fire Switch 遙控器，控制器。Okay, right。呢個係咩啊？說明書啊 ？FY Two In Infinite Staircase Fire FFV 模擬器 M 四 D 二 L 啊，唔係 M 四 D 打機專用 F Pad。哇！高端過你嗰對 M 鎖喎。咕噜啊，甩事爽！我呢个系枫叶美容咧，就入货紧啊，冇。不过呢个咧就系顺利速递章鱼哥设计 ，P 十八贴批埋 Bus MTR Loop Channel in YouTube Unsupported 支持唐总自费，呢个都好耐以前要噶。取货同埋寄货，嗨章鱼哥，还书箱。好，跟住呢个就系还书箱啦。我哋香港集即系追溯翻好多集之前，起码都成卅几集之前，卅五集之前咧，十六集，咁就系呢一个斜佬啊，瞓咗地下。好啦，咁啊，有呢条斜佬，咁啊呢个咧就系 M 清攞咗个广告，即系 M Electric 啦。咁啊，点解德国牌子？你过嚟啊 ！MTR 又系呢个 ，Do you know？嗱，呢個係訂閲啦嚇，有速遞叫 Pepper 嚟買，呢又係 Pepper 同埋 M Shop 一齊買咗，個電視喺度推銷緊啊，哇犀利啊，條廣告真係，咁就好長同埋有即係佢係斜上去，雖然 Minecraft 嗰個幅度唔可以整得太好，咁啊嗰邊就去香港，我哋之前都嚟過呢度嘅，咁啊仲有個小舞台喺度啦，新家嘅，呢啲香港站咧自己睇翻就得噶啦，咁我哋沿住呢邊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咁啊自己慢慢睇啦。FFV 赞助，呢部咩嚟啊？陈列店嘅全新 Panasonic 9K EXHD 3000 YTV 是74寸，哇，大过我屋企嗰部。又系你啊 ，Emmy。啊！年尾街開張都好耐啦，呢度咯。好啦，咁我哋過翻嚟呢邊仲有 Fanny 前 Fanny 雞肉薯仔店，就係只限外賣，設有外賣速遞。雞仔薯仔平台 FFB 紀念產汁良心價 ，Fanny 薯仔 Fanny 雞肉三千年代劇爆汁雞胸，買滿35蚊即送 Pepper Pig 同埋 Fanny 冇嘢，唔緊要咯，個仔五個月大啦。你蝦乜嘢啫？呢個喺度蝦。即系阻我透仔，佢有事咧。FFB 各种果汁，辉日 coffee， 咩 Minecraft 啲嘢咁中意打车话啦？睇先，唐总最爱 Pepper 模型制，我要仔仔。呢个仔仔系咩啊？呢个系 Oka to Elma 喺个夹公仔机度送俾我。跟住呢个就系 FFB 纪念品专卖店 Crazy Rail 嘅。睇先，呢间嘢有咩啊？有。Tommy Train 有 N 規有 N 規鐵路有冇 N 新入去 ？Philip，sorry， 都 out 嘅。呢個抌邊條一抌交叉。好啦，睇完啦。呢個 OK 咧，呢度咧就有一個出口，咁就睇埋之後咧，咁啊有一個啲激光機啊卡喺呢度啦。然後呢度仲有啲墊底嘢。啊，應該係嗰邊係十萬機啊，研究清楚。不過應該係藍色牆嚟嘅，唔知點解用咗做石英啊，可能係翻新啦，甩咗色。Kitchen Buy 就有 newspaper 啦，有 auto pay 啦 ，Kitchen is auto pay，drink Kitchen is drink，chips Kitchen is chips，Google Pay card，PlayStation Roblox card，FFB VIP card new， 睇先 ，JLEC 电梯许可证3月30号，咁耐啊，原来成一个月前，睇先 ，Iron，
費啊！感謝支持，你何止去到七十啊？起碼成百幾啦，而家記得支持，你已經二百幾啦，好耐之前啦都。其實大家兩個月都升咗差唔多過百，購物好去處，杏花新城、杏花村、Paradise Mall 而杏花村。啊，跟住之後有時間嘅呢個就極好燒味 Extreme 燒味 FX 嘅 Meat Mongo 叉燒飯，可以只限外賣一嚿。啊，真係有，真係有叉燒喎。不過呢個就係 Pad 派嘅叉燒。睇下先，三樣叉燒 ，Pad 派3000蚊。Peppa set 3000，跟住仲有呢個係 Peppa， 全部都係 Peppa 手機，你喺度舐緊部手機啊！好啦，上去啦。咁啊，嚟到呢個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大堂部分啦。咁啊，有 A 窗口就去江樂道中嘅，咁就呢一間就係 Minty 嘅迷你 Shoppers from Macy， 我就見到 Macy 四個字咯，你自己睇。系，我依家走呢段路啊！系，呢个系 Direct Medicine Patches Pills， 有反面论，原来 Level Deck 嘅治疗包嚟，唔系酒精搓手嘅嚟喎。哎呀，咳走佢咪咳走佢咯，做咩啫 ？Welcome， 欢迎 show your 点子 E C O P E 啊，我系 Optimum。好啦，咁啊 ，sell 五十 sell， 而家仲用八达通咁落。楼梯同埋升降机，咩啊？系 FFP 3000一里通马国明。喂，佢呢度 sell 八达通咯。系 autobus， 我哋唔知啫，不过由得佢哋服务咯。游戏机店 Pool Guy Game 睇先，又系 FF Good Game Minty Mongo 游戏机，台湾制、日本制、美国制，仲有中国赛车 GTA 20区域战争3。FFB Simulator 游戏区 games 睇先，价钱请查询店员。我资助你1000蚊，得啦，自己好好买嘢。好，跟住呢间咧就系何来月色小食 ，online 食咁点 ？FF Group 嘅 Minty Mongo 又系睇先，佢系呢个系总之系月色小食啦，咁啊商店。哇，你都嚟咗走咗几耐啊 ，Mongo 仔？睇先 ，B 出口就去环球大厦，其实阵间睇啦，啲出口出面嘅。咁啊，今集篇幅都幾長下，因為係輝新集團同天天集團合作嘅《天天冰雪樂園》，喺零下15度同埋冰雪中，與唐總最喜歡嘅3000年代 Peppa Pig Play Game， 請先穿好服，御寒衣物，裡面移動 temperature 減15-55，大家一齊睇下啦，大家一齊睇下啦，低温天就睇下先，滑雪級大戰啊！但係點解要有啲鑽石劍同有 B 喺度？又爆水渠啊！唔系佢呢个游戏，系有 B B 仔爆水渠啊！啊呢个就系嗰、那个我呢个去边嘅？我着短袖衫，啊唔系短袖，好似系长袖嘅，搞错咗。呢个系咩垃圾桶？好咁 C 出咧就系去呢个丽园东街，咁啊等紧睇啦。睇埋嗰啲先，呢嘢咧就系夹公仔机啊！啊啊，听乜歌？佢夹我个 B。You can get Creeper doll 啊，有 Creeper 公仔喎。哦，成功了，我夹公仔好神。睇先，蜂蜜汽水每支3蚊，真材实料。香港汽水公司自动售卖机。啊，天生 buy soft drink， 哇咁多字做我机，即系呢间唔知乜嚟。好，然后 E 出口去遮打大厦 ，C 出口啦，呢度做 B 出口去北大街中环南站。睇先有咩啊？啊，都系呢啲廣告，就自己睇啦。咁啊，有得去 D 1同 D 2咁样睇啦。睇晒啲甜品。OK， 呢个就系 Elma Bank， 有辉日同 Jerry Bank， 有富生 Bank 嘅 ATM。GG 出口就去置地广场，系啦。好，跟住呢度咧就系往南丫岛，往南丫岛呢间唔知咩。跟住呢个系 KS GameStop 天生 Studio。AutoPay Steam Robot FFB Create by Fire Official FFB Review FFB 2046 Book Here FFB Marie Make All Hong Kong Vary 天生 Studio MTLV 天生 Review Xbox UBG Minecraft 在线 Nintendo Switch 2 Platform Tour 3000 PS5 Plus PS7呢个系 ROG Gaming 睇先，又系啲观众整嘅 AutoPay Here 特
auto pay 啊，有電腦啦、手機啦、pad 啦，仲有風手掣。好，呢一間就係 OOO Restaurant auto pay 睇完。好嘅，呢個 F 出口就去聖佐治大廈嚇，聖佐治大廈唔喺九龍城。呢度真係聖佐治大廈，我唔記得，好耐之前嘅。幻鐵模型店，幻鐵列車111FFT 啊，你會買蜜糖咁好嘢。好，跟住隔離呢一間就係 Ella Food 啊 ，FOP 係呢個打錯字嘅，首先手指大咁妙。好，呢個就係 Elma Gaming Studio， 話你一個中環站頂咁多 studio， 犀利。啊，睇先，你間屋有咁多嘢啦。好，跟住呢度 KFC V 2.0。好，然后呢间咧就系悠闲咖啡 Minty Mango， 哈哈，啊真系几悠闲哦。蜂蜜柠檬八折，点解唔冇咖啡？唔系咖啡八折嘅应该。First MCL Live 嘅 Channel Stadium， 哇，冇门口，犀利，公开型嘅。呢、这个就系咩啊？2000年代 KFC， 3000年代 LFC 炸鸡店。买人头啊 ！Hello， my name is MDD 六 ，How can I help you？ Order 十八日十 gaming M 十 L my gaming 十 New Hong Kong mapping 十天算白龙十 JL 十 New Hong Kong mapping， 系哇十 Ming Long gaming 十 L my gaming H trial 咧就去力山大厦 Alexander House， 跟住就不入面包店。睇先 ，Pan Park Elma Group 嘅中環站分店 ，Meal 20蚊啊，八達通，睇先，新嘅九，新嘅咩？新九九九代，第九九九代八達通，哇！你啲蛋糕做乜嘢？我唔肥，我唔想食咁多啊，大佬。嚇、啊！冇再俾我。好嘅，呢度全部都係賣蛋糕啊，有麵包，好耐冇見啦，呢就係蘋果派，仲有咖啡、紫菜、海帶、海草餅、餅乾、曲奇餅。我啲打嚟定啊！好，呢个就系力山大厦改建中3035年完成嘅牌啦。好啦，咁啊呢一堆店咧，终于介绍完啦。咁我哋就沿住呢一边落翻去先。咁呢一个咧就系落翻去3号月台嗰个位啦，就系呢个位啦。咁就沿住斜路过啦。咁啊，原本呢度咧就未到集区嘅，咁后来咧就因为呢条路起得太窄啦，咁佢两边都有店，同埋就如果我再加搭机啊，真系好乱，咁所以我将个搭机沿近前到呢个位，即系3000年代一个大改变啦。呢个系 Minecraft 受限嘅改变。好，呢个就 FF Group 低端集团菜单，所有小食一律55蚊，随便小食店中环分店。好，跟住呢个系同等便利店中环分店，呢间要好过。呢度呢啲店冇辦法起得靚，因為打斜。Tapas Next 中環分店，睇下先，有媽咪店、糖果、雞髀、FFB 橙汁、消失味汽水、豬扒。其實點解你呢間嘢有兩間，跟住又有海帶？呢個咪 Tapas Elma 嗰個，唔係嗰個係 Elm 輝日 Bakery 賣嗰啲嘢嚟嘅，點解喺度都有曬？好嘅，呢個就係 Tapas Elma Group Presents M。Lamco 先啊 ，Central Second Store 會員卡有兩間啊，真係啊，呢個係嗰個站內咧嗰啲嘉年華仔犀利。好，隔離就係 Electric 封咗，呢個就係72就 Auto Pay 又係，然後呢個就係 Blackpink 粉絲專門店 Lisa， 呢個係 Lomia Telecom。落米亚电信冇嘢，好呢、這个就咩啊？依家唔知咩嚟嘅饮品，哦呢、這个系嗰个终端便利店啊！哇，原来你咁样整啊，今次饮品80蚊一个，300蚊五个，鲜奶家庭装50同埋300，温馨饮品、运动饮品100，杯面买5送1，薯片买2送1，各100蚊。终端便利店啊，我一睇啲价钱唔知道系咩，但系哇下面做一层咁犀利，哦嗰啲系装。裝我個貨櫃，哈！呢個投資，auto pay 嘅單詞 ，open the trap door and the chest to put the money。
哦，原來係咁樣。哈、啊，有幾高科技巧喎！我以為你間嘢起到咁核突，都幾正。打地鼠。呢個係咩啊？中國建設銀行大廈，睇先嚇。放屁！你係咪肚痛咧？你去廁所啦。MTRFFB Armstrong Econ 2020 S 5 Elma。呢個咪破壞王個張畫嚟，都俾人拆爛咗。呢個係咩啊 ？RIP 博 CCB Tower Reset for Rest for 休息中。個誒呢個係100万，跟住行誒 ，Gods destroyed by giant Elma 大草泥馬。好，呢個就係環鐵中環站。好出口嗰方，嗰方面應該就介紹完啦。喂，做咩拆咗蛋糕啊？嚇，佢原本呢度係畫嚟啊嘛，梗係拆啦。好，呢度仲有個 J 出口去遮打花園嘅。咁啊，呢度仲有個 K 出口去皇后像廣場，然後最後就係呢一條通道啦。三號月台對出過呢一部 lift 位呢度，咁啊上埋去啦，咁都係同一個位嚟嘅，咁只不過呢度就有個唔知乜鬼嘢啊，客務中心喺度，冇裝飾嘅客務中心。好，咁我哋逐個出口睇啦。首先睇 A 出口降落途中有兩部電梯，一條樓梯，咁呢個就係幻想鐵路嘅中環站。咁呢度咧，大家為人熟悉都知道呢度係咩啦？啊，温馨小鎮。好啦，有樓梯同埋升降機啦，然後咩就到 B 出口啦。B 出口就去環球大廈，睇下邊度做環球大廈，哇！真係有做環球大廈，呢個咩嚟噶？呢個係雀巢雪糕，雪糕車嚟噶，冰凍好味。哇！你最中意個雪糕車要屌到咁樣。好，跟住 C 出口咧就去利源東街，咩有電車噶？嗱、啊，咁就電車嚟嘅呢度就有個，呢個係咩啊？北打街。好，跟住就係、是，即係就係 B 出口咧，就係、是、去呢個北打街同埋中環南站。講到中環南站啊，真係應該都等到成80几集先有去粉啊！好，呢、這個係呢、這個就是我哋嗰個 MTRFFB 港島線嗰個 logo 影相個位啦，係依喺度嘅。就有兩棟大廈，高樓大廈，咁啊仲有個中環站，你咁個出口變成咁樣先至，唔係我經手。咁呢、這個呢個就係中環南站，哇！原來喺隔離啊。咁啊講到啲嘢都起到點啊？好，然後啦，就 B 一就呢邊啦 ，B 一就上嚟，又係北大街，就係北大街個位。好啦，咁就。商業點解中環由商業區變咗温馨小鎮呢、這個故事咧，就應該喺環鐵故事嗰度咧就打出嚟嘅。咁大家不妨咧陣間就去我頻道然後社群嗰度留言下，睇翻個故事啊。好，呢、這個就依出口去遮打大廈，遮打大廈棟樓入，因為商業區嗰啲基本上都拆曬啦。好，然後就冇 F 出口嘅 ，F 出口應該嗰、那個。涉足嚟講啦 ，F 出口咧就係去一個星佐治大廈，都係拆咗啦，商業區啲嘢都係，然後 G 出口就去置地廣場 landmark， 不過我諗都係應該都係拆埋嘅，係咯，好跟住。後面呢個啱啱睇好似封咗嘛，地底出口係咯，力山大廈 H， 好，繼續落去啦。拎咗，算啦，咁樣行住先。呢個中環南站嚟嘅，乜嘢？呢個大學部嚟嘅。咩啊？見有嘢喎、
你啦。咁就繼續，咁就落翻嚟，揾個位度呢個落。誒 TP 啊 TP 到，但係 TP 咧就係爬唔到啊！做咩啊？呢個係幻想鐵路中環站，跟住咧做咩啊？唔明。冇嘢，繼續啦。咁啊，落快先。我永遠都過唔到去嗰條路咯。好，咁就繼續啦。咁就有I 出口喺邊咧 ？L 嘅嘢。我已經蕩失路了，成功，我不記得了 I 出口在哪裡。先 K 出口呢就是去皇后像廣場，這個 J 出口去 Jetta 花園，然後 L 出口就去剛剛那個堅持銀行大廈。我們看看J 看吧，那就上到來這裡就有 J2， 這個客戶中心，不是，這個是什麼，有 J1 就去這個將天馬那邊，然後 J2 就應該是剛剛反轉去花門興小鎮那頭，是啊，然後 J3 就隔一條馬路，是啊，金鐘就已經到了，走過去。好，跟著其實因為走去金鐘又不是真的很遠的，中環之前有一次就全港四條主線停頓曬，嗰次我都試過，因為香港站塞死曬，跟住嗰次係去旅行嘅，去海洋公園，然後咧就喺中環站落車，然後就唔係喺香港咧就諗住轉車，點知咧就塞死曬啦，咁啊唯有出去行，跟住趕時間咯，咁啊由中環咧攀三涉水咁樣跑嚟跑去，揾極都揾唔到金鐘站嘅入口喺邊度，咁唔知揾唔到啦。咁就你架嘢阻住咗，我呢个就系 K 出口个皇后像广场出面有个电车站，不过隔九卡电车实在真系太牙位啊！我落翻先，唔记得睇呢啲广告牌，自己睇都唔讲，费事嘥口水。哦，搞掂。跟住最後就係睇埋，睇完啦應該都，但我係揾最後都未揾到個 I 出口，上面係 B 曲，白痴咗，係咪上面啲頭咧？或者我冇整到？好大呢個站 ，I 出口我真係唔知整到去邊，死啦！咁算啦，可能我真係你有冇停到啊？佢我唔知道，但係可能駁位問題唔整到啩。咁算啦，如果有補嘅話就有補嘅話再後補加啦。好啦，咁就睇完啦，跟住我哋參觀下我哋嗰個中環温馨小鎮係時候到啦。啊，睇下先，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呢一間屋啦，同埋呢一個芒果樹呢一度就係求婚嗰度啦。啊，咁啊隔離有個 MTRFFB 嘅大廈啦。有一粒心喺度，唔係我整嘅。雖然入面咧乜都冇，啲全部都係 copy and paste 嘅傑作啦。但係都佢哋起得用心啦，我冇畫過起嘅。咁話佢真係咁樣起咗個鎮出嚟，小鎮。好，然後呢度就有啲咩啊？歡迎光臨中上環分行櫃台，銀行嚟嘅呢個櫃台，睇先，係喎，廣東銀行。咩啊？環巴二號三 A， 睇先，嘉亨灣同灣仔北。呢个系咩嚟噶？
呢個係香港站，香港站邊連到呢度，嚇親 ！Central 靚中環地，啊，有咩啊？睇先，上去睇先。中環地睇景嘅，維護先。睇先，屋企。咦？又係屋企？酒店嚟噶嘛？真係一間大廈嚟嘅。哦，我真係唔知喎，中環地咩嚟嘅？嚇親！哇！你呢段片拍咗好耐。唔出奇啊！真係多嘢介紹。黐線真係。呢度佢哋起得要好用心，雖然我都有份起。起咗个花园出嚟，唐总没有那样丑，唐总万岁，叫我万岁啊，好惨，富豪党万岁啦！呢个系咩啊？呢个系火烛啊，乜嘢啊？呢间系人哋间屋嚟啊嘛？啊，坑渠楼梯犀利，人哋间屋我唔方便参观，走入嚟已经系自讨民去，衰鬼。好，咁就主角间屋啊。帶睇啦，哦，我記得呢度有間屋喎，即係每個人咧，佢哋自己會喺呢一個站度起咗呢間屋出啦，咁就所以咧感覺到咧真係有個城鎮啦，咁啊，所以喺呢度取咗個名字就叫做中環温馨花園，咁就接駁巴士 shuttle bus， 前面有電車站，咁就呢一個係大廈入口啊，唔係喎，呢度邊度嚟啊？地下街啊？咦，真系地下街喎，但系点解冇商铺？哦，我知道就系中环南嗰个爱心满载街。咁我哋留翻中环南先介绍，因为呢度未起，地下街未起，留翻下次先啦。咁样就中环南下次基本上都有等到三十几集。哦，呢边就系上环啦，睇下先北面，呢度系上环啦。咁我哋过翻去呢一头先，咁就。哇！呢度真係火燭喺度，冒煙嘅。都睇下先，然後呢度咧就係 Peppa Elm Market 嘅 Ming Long Turtle and Elm Gaming Turtle Gaming。You can visit turtles and cats inside， 睇先有烏龜睇啊！啊，真有烏龜喎，仲有啲煙係焗住我。好嘅，呢個係佢哋間房，我入去參觀啦。即係如果佢哋自己起嘅屋，大家都識起嘅。咁大家建築風格都唔睇唔同，呢個咩未出租？有意請嚇，明睇唔明？我呢個係香港站嗰位，啱啱翻過嚟。然後呢一個又係一間屋嚟嘅。啊，哇！呢個點用老鬼砌咗個感，砌咗個陣型出嚟？呢間係咪就係天哥俾人創 P.L. 話我間屋冇咗？我感覺到呢間屋好奇妙。好啦，咁就呢边就系上环温馨小镇嗰头啦。咁呢度就系嗰、那个呢边就是中环嚟嘅。睇睇先，咁啲路都几连接下啦。虽然佢嘅路就唔系香港啲路啦，咁但系都几正下呢度。我嘅 FFV 中意嘅三个地方，呢度系其中之一啦。咁做地方就系大围同埋尖东，因为都比较起得有心啊。咁啊，雀巢雪糕呢、這个系嗰、那个哦，我知啊，呢、這个。广告嚟嘅，咁就电车站嘅广告。低端炸鸡店 ，Poor Guy Fried Chicken， good。好啦，咁就睇下先，仲有冇咩未介绍咧？基本上介绍完啦。咁就睇落就真系好大，但系其实兜个圈就兜完噶啦，因为佢切开咗上环、中环啦，始终都系。系啦，咁嚟到呢头啊，上环上次介绍咗呢一度切咗北围嗰间嘢啦。咁就呢一集就介绍嚟到呢度啦，咁好高兴啦，我哋嘅中环站，咁就起得好有心嘅，咁啊嗰阵时仲三月几嗰阵啊，开咗一次俾观众，咁样店啦都有啲观众俾嘅店啦，咁啊唔使观众投稿啦，几好，唔使落手气啦，咁就最近破坏多啦，咁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有心玩嗰啲都知道咩事啊，啊呢啲个商贩分开咗啦，咁啊所以佢哋起嘅店都冇办法出嘅。咁啊冇办法啦，而家喺破坏自己嘅心态，破坏真系好头痕嘅。咁就我哋两日之后就介绍大型转车站金钟站啊。咁就金钟咪仲长？金钟冇爱情嘅，但系佢系南下啫。好多爱情。金钟边有爱情？都冇。
好，咁就呢集就嚟到呢度啦。你订阅嘅朋友记住订阅啦，中意呢条片就埋个大拇指。当 FFB 出片同埋你响咗个钟啦，订阅嘅时候咧喺隔篱个钟仔啦揿响佢，咁 FFB 出片嘅时候你就可以收到即时通讯啦。咁想收到更多即时通讯，加入赞好，不如 official Facebook 专页加入 MCL FFB 最终频道噶。好，好啦，咁就呢一集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一集金钟站两日之后再同大家见面，拜拜，大家发完单啦，系。拜拜，我喺度。太靓仔，佢揸住佢不死图腾。咦，孖生公仔，大家三个仔都同一条命，真系好。